快乐生活，省钱好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乐活好丢》。披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。数据显示呢，美国居民平均每年约消费三十亿张披萨饼，每人平均每年会吃掉四十六片。美国的披萨连锁店也是遍地开花，一些著名的披萨品牌人气旺，口感好。这期节目呢，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披萨连锁餐厅。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美式披萨。 第一种呢是纽约式披萨，纽约式的披萨呢主要特征呢之一就是饼皮既薄又有嚼劲。有些人呢甚至认为这种独特的饼皮是纽约式披萨的灵魂，既能够很好的承托住各种的配料，又不会让披萨显得过于油腻或者是厚重。 纽约式披萨的馅料通常包括了新鲜的番茄酱、马苏里拉奶酪以及是香肠和蘑菇等等。这些馅料呢，在饼底上层层的叠加，形成了丰富的口感和层次。很多人说呢，吃纽约式披萨的时候呢，肘部会留下黄色的油渍，否则呢，就不是纽约式披萨。这是由于纽约式披萨所使用的高油脂奶酪所导致的。 大多数纽约式披萨呢，都是用马苏里拉来达到这一特征。制作纽约式披萨，新鲜的马苏里拉奶酪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必须的。或许呢，正是因为纽约式披萨完美结合了超薄饼皮与浓郁的奶酪，使它成为披萨爱好者心目当中的经典之选。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芝加哥式披萨，也称为生盘披萨。这种披萨呢，在外观上和口感上与纽约式披萨是截然不同的，是一种极具特色的美食。芝加哥式披萨采用了高边缘的烤盘制作，饼皮厚实，形成类似派或者是馅饼的生盘效果。因此呢，馅料非常的丰富，通常包括了厚厚的奶酪、番茄、肉酱、松仁、意大利香肠、洋葱，还有蘑菇等等。 虽然饼皮厚实，但是芝加哥式披萨的底部依然是保持粗脆的。烤制之后呢，呈现出金黄色的脆皮外壳，同时呢，内部柔软，形成了独特的口感，深受食客们的喜爱。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加利福尼亚式披萨。加利福尼亚式披萨通常呢，采用薄而脆的饼皮，类似于意大利那种呃布勒斯风格的披萨。这种呢，饼皮较为轻盈，烤制之后呈现出酥脆的口感，但不像纽约式披萨那样有韧劲儿。 加利福尼亚披萨最显著的特点呢，是其大胆创新的配料选择。传统的番茄酱和奶酪在这里往往只是基础，披萨上呢会搭配各种非传统的食材，比如说新鲜的蔬菜、水果，甚至是海鲜。这种开放的配料呢，使得每款披萨都具有独特的风味。此外呢，比起其他的披萨类型呢，加利福尼亚式披萨的口感会更加的清淡一点，更强调食材本身的鲜美。 除了这三种著名的披萨风格之外呢，阔德城、圣路易斯、纽黑文等地的披萨也是极具特色的，值得亲自去品尝。不过呢，时间有限，在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展开介绍了。下面来给大家推荐几家披萨的连锁餐厅。 必胜客是美国最知名的披萨连锁品牌之一。如今呢，必胜客在美国拥有超过六千家的餐厅，招牌产品呢包括了平底披萨、芝心披萨等等。必胜客还不断的推出创新的口味披萨，比如说是黄金榴莲披萨、呃超级至尊披萨等等。 除此之外呢，在必胜客还可以定制披萨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，自由的选择饼底、酱汁，还有配料，制作出自己的专属披萨。当然，除了经典的披萨之外呢，还有意面、牛排等主食，以及沙拉、汤各种的小吃。菜品种类是很丰富的，无论是在餐厅堂食，还是通过呃外送的服务，在家享用，必胜客都能够为您带来愉悦的用餐体验。 达美乐披萨是美国第二大人气披萨品牌，提供广泛的披萨选择，包括了经典款、风味独特的创意披萨，以及是季节性的特色披萨。达美乐披萨呢，采用了现场手拍饼底的制作方式，选用了优质的芝士和美味的酱汁，搭配品质肉类和各类的时蔬等食材，制作的披萨是味美醇香、浓厚可口。 除了披萨呢，达美乐还提供各种的配菜，比如说鸡翅、炸薯条等等，以及丰富的饮品和甜点，以满足不同的口味需求。达美乐披萨也被网友称为外送专家，外送几乎是三十分钟左右就能收到。 Little c i s s o r s 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披萨连锁店之一。作为市场上的人气品牌，自推出以来呢，总部始终奉行低卡、低热量、低价的运营理念，披萨的价格相对会低廉，那么成为追求经济实惠的朋友的首选。他们家提供多种口味的披萨，经典的意大利香肠披萨和特色的田园风光披萨都深受喜爱。有网友称哈，他们家的披萨饼底酥脆可口，馅料是新鲜美味，芝士浓郁拉丝，让人异常难忘。 Little Caesars 的 Hot and Ready 的服务呢，是另外一大特点。到店后无需等待，就可以快速取到已经烤制好的披萨，大大节省了时间。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 Papa j o n e s 那么，自一九八四年在肯塔基州创立以来呢，Papa j o n e s 披萨已经是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披萨连锁店之一，在美国拥有了超过三千家门店。 Papa j o n n s 呢，强调使用高品质的食材，选用了百分之百的纯天然的奶酪、优质的番茄酱、手工制作的面团以及新鲜的配料，确保披萨的品质还有口感。除了经典披萨之外呢，Papa j o n n s 还推出了多种的创新披萨，比如说是辣味猪肉披萨，还有豪华风味披萨，也会根据季节和节日推出限时的特色披萨，满足了不同口味的需求。 无论是家庭聚餐、朋友聚会，还是个人享用，Papa j o n e s 的披萨都能够提供美味可靠的披萨选择。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 Mod p i a 他们家最大的特色呢是提供了个性化的披萨定制服务，顾客呢可以从五十多种配料当中自行的组合，包括了各种的酱料、奶酪、蔬菜、肉类等等，自由搭配，打造完全符合自己口味的披萨。 此外呢，他们家还采用了快速的服务模式。顾客下单之后呢，披萨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制作并开始烘烤。这种高效的制作过程，不仅是满足了快速用餐的需求，还保证了披萨的新鲜度还有口感。总的来说呢，在 M O D 披萨，你能够获得一个高品质、纯手工、快速制作的披萨，并且呢，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定制。除了披萨之外呢，他们家还提供沙拉、茶饮和具有当地风味的啤酒以及是葡萄酒。整体的用餐体验是非常不错的。 如果你想推荐其他的披萨店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在评论区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，不要忘记关注订阅《洛城焦点》频道。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，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《乐乎好丢》。我们下期见。